race. Gaston Lu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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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my name is Gary Wan. Hi, my name is Gary Wan. 今天呢，Hi, my name is Gary Wan. 今天呢，有一个超。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呢有一个超酷的机会，就是有 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有一个超酷的机会，就是我们在我们的 IG 上面有一个厂商。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开。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呢 ，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有一个还不错。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有一个还蛮特别的机会。Hi, my name is Kai Wan. 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有一个还蛮特别的机会，就是我们有一个瑞典品牌。瑞典，瑞士，瑞典，瑞典。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有一个还蛮特别的机会，因为我们 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有一个还蛮特别的机会，因为有一个厂商 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有一个还蛮特别的机会，因为有一个瑞典品牌，不知道为什么 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 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有一个还蛮特别的机会 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还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有一个还蛮特别的机会，因为有一个瑞典品牌接洽到我，就是他说，他们有很酷的包包，就是他们有一些很特别的包包，那想要让我来开箱跟大家分享分享，那我就当然答应啦。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开箱一个瑞典品牌，叫做 Gaston Lucas， 不 ，Gaston Luca。这个神奇的瑞典品牌，好，那我们就直接来开箱这个神奇的背包后背包 ，Gaston Luca，Gaston Luca，Gaston Luca。
这个神奇的瑞典品牌。好了，那我们就直接来开箱这一个后背包，因为我要的是一个后背包，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后背包到底好不好用呢。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有一个还蛮特别的机会，因为有一个瑞典品牌跟我。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有一个还蛮特别的机会，因为有一个瑞典品牌，然后找到我说他们有一些很特别的包包，想要让我来开箱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当然就答应啦，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开箱这个。Gaston Luga 这个神奇的瑞典品牌的后背包，那我们就直接来快速开箱吧。OK， 所以这个纸盒，这个纸盒设计还蛮酷炫的，它是一次性这样的拉开的，哇塞！OK， 好，开箱到这里，目前 OK， 开箱到这里 ，OK， 开箱到这里，目前我觉得开箱到这里，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还蛮，目前开箱到这里，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应该是还蛮注重环保的一个公司，因为你看这一个包装袋，它也说是用宝特瓶回收制造的一个。好，开箱到这里，我觉得这个公司是一个还蛮注重环保的，因为外面那个纸盒它有。好，目前开箱到这里，我觉得这个公司是一个还蛮注重环保的，因为他们这个包装它有特别写说它是用宝特瓶回收制造的聚酯纤维制成。那刚刚外面那个纸盒它也有 FSC 的认证，就是一个永续。目前开箱 FSC。目前开箱到这里，我觉得这个公司是还蛮注重环保的，因为它所有目前的开的东西，目前开箱到这里，我觉得这个公司还蛮注重环保的，就是你看它这个神奇的包装呢，它也是用一个。目前开箱到这里，我觉得这个公司是还蛮注重环保。你看现在这个内包装，它是用宝特瓶回收的聚酯纤维制成，然后它重点是 reuse。可以重复使用，这个是一个束口袋，超赞的，它不是一次性的包装。那刚刚外面的纸盒呢，它也是 FSC 的那种永续森林做的纸，所以你也可以回收，你当然也可以重复使用啦，就还蛮注重环保啦，还蛮棒的公司。
OK 啦，那我们就继续开箱吧。你看连里面这个，连里面这个塑胶包，它也写说可以进行生物分解。连里面这个塑胶袋，它也写说100%可以进行生物分解。就是我们的神奇的包包啦。Splash。OK， 所以那我们这个包包。我选的这个包包是叫做 Splash 13寸的这个包包，它的颜色是 Grey 跟 Black， 那这是还蛮特别的材质，我觉得还蛮特别，有点像是很难形容，就是一个肯定是防水的材质，有点像是防水布吗？帆布的材质，但是又反正好，那我订的这一个包包，它的型号是 Splash 13寸，是一个偏小的后背包，双肩后背包。那我订的这一个背包是叫做 Splash 13寸的双肩后背包，那它的颜色是 Grey 跟 Black。这个材质呢，刚拿出来我就觉得很特别，因为它是一个防水的材质，有点像是雨衣厚一点的雨衣，然后又有点像是什么帆布，就是防水布的材质。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啊，就是你从我是没有看过有背包是这种神奇的材质的。所以这个背包的特色就是它容易清洁的防水材质。所以它的特色就是容易清洁的防水材质。我们待会来玩水一下看看。所以第一个特色就是它是容易清洁的防水材质，这真的是非常特别的材质。所以第一个特色就是它的容易清洁跟防水材质。那第二个，所以看完它的介绍，它最有特色应该就是它这个外面的这个神奇的防水，然后容易清洁的材质。我们待会就直接来玩水，玩玩看到底是多防水。